妈办有事，日打日打妈办有事，大雁比包路寂寞，莫卡拉比人动安慕。这个从以前我们爸爸以前哈，从祖宗我们开始种，哦，我爸爸种的时候，有我们就开始写，哦，我从开始写，就我们一般种什么都没很好了，都没好赚了，就这个生姜种起来还可以了。所以你种多久了？我是从。从十几岁就开始种啊，我没读书了，我只读国小毕业。哎呦，我爸爸叫我说不要读，要帮他一起工作。哎，我是从国小就开始种了。哎，这个种生姜，他们我爸爸他们，我差不多十三岁就开始看我爸爸在种了，一直种到现在啊，因为这个比较还，这个做还可以维持生活了，因为这个价钱还可以啊，就是这样。还有我认为说啊，这个可以做，我就开始做了，这样我一直种下去啊，这样。给哈。哎老姜啊，老姜，你们在这边？在不在？哈，你走，等你，等我呢。我们滑板车出发喽！我们不行，没有这个滑板车，不然背下去这个生姜会折断，不好卖，卖上就不好卖，价钱也降低。一定要用这个滑板车拖下去，这样我们的生姜还是到市面还是这么的漂亮。所以价钱也是不一样，就说你用背的方式，它大部分都是会折断，折断了到市场价钱就不好。我们这些姜大部分都是送，都是自己在市场贩售、摆摊里卖。我们不送国菜，国菜价钱太低了，因为我们做农做得很辛苦，再送到国菜的话，只有一点点的钱，工钱都不够，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市场摆摊。山水，我们在这边做一个水池，还有水塔。好，集中在这边，然后再呢，我们就用那个发电机来喷，来做那个喷水设施，再用发电机引那个水去打。要发动个叔叔在这，真像海。哇，很漂亮哈！一定要这样喷水，你没有喷的话，这个生姜长不大，而且不漂亮，颜色不漂亮。我们种这个生姜真的是很辛苦，从开头我们要先砍草，然后再开垦，然后再把那些杂草全部烧一烧一烧，那个也是一个肥料，那个杂草的那个灰也是一个肥料。然后再，我们就要再撒一下。第一个工作是撒一下鸡粪，然后撒好了鸡粪，我们就用那个小牛那个农耕机，再来翻地，再来挖沟，沟沟挖好以后，才开始去种生姜。大概要等了两个多月，就开始要除草，人工除草。这个人工除草真的是很辛苦，
要除两次的草，第一次大概是在四月初，第二次大概是在五月底，六月开始就小撇，我们也是用那个小农农耕机去撇土，到七月份撇一次大，那个才要撇一次大土，然后到人工拔草这样子，也要施肥，我们还是有施，中间还要施几次的肥料。做这个真的很辛苦，不知道以后的小孩子会不会来做这个工作。我希望是说有小孩子可以来接我们的工作。其实做农也是有，做农他有他的，他有他的快乐啦，也有他的辛苦。已经大颗了。最懒惰，就要自己整理。很漂亮哎、欸！从上面这边更漂亮，很漂亮哎、欸！上面这边漂亮。有一个头断掉的，送给你。没那个儿子换正常，你自己换正常。很漂亮哎、欸。种、啊，可是阿公去哪里学种这个姜的、啊？因为。这个因为以前有人会来收啊，对，有人会来收，哎，每一年都会来收，哦，会直接来部落收这样，对，会不能收，不收，对，所以我们才会种，我爸他们那个时候你几岁？他们来收的时候，收到你几岁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才十几岁，十七八岁哦。是哦，对啊，然后他们就来收啊，阿公就开，就是有人来收就开始种这样，对，啊，你们有去哪里跟人家学吗？没有，就我们以前只是拿一块，这样，我像以前都没有病啊，这个以前他们都没有打过药，什么都没有嘛，因为他们现在都种槟榔，都消毒啊，消毒是比较这个土哦比较会有点变哦，土质有变，土有变，所以说种的都会里面打药就不好了，哦，都长得不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现在就这样写，你一定要消毒哦，你不消毒的话，这个虫啊，这个不知道根一出来，就那个虫一穿进去就死掉了，会烂掉啊。还会传染不是吗？那个是有病，那个是有病，因为那个是水伤，就是这样，就一有病就软病就不好。你这一块有软病了，等会都没有了。就这样，你一块就都会烂掉，你就没要马上挖，那么年轻人这样。你去年不是也是这样？对，我去年是这样，我去年种年上我一般就死掉啊。虫在吃的话可以，虫在吃的话，它是从这个心，从这个上面这个哈、啊，这个虫是从上面这边。哦，从叶子哦。嗯，从这个心，这个心的一个这个心呢、啊。啊、哦。从这个心吃下来，它钻进去，这个整个就会死掉了。哦。哎，就会烂，第一个就烂掉，所以你要消毒，你不消毒的话，再虫下去就爆胶了。这样子，我们做农就这样，就没有办法。你们家里现在就是你跟伯母在种嘛？那有没有人会接班你们的生姜的产业？他们这个还没有做习惯，以后他们没有做的还是会做了。他们以后小孩子没有做是要看他们自己吧，我们也不知道。因为他们都在外，那个都在外面工作啊，都在外面工作，他们要对这个农业他方面比较没有习惯了。如果以后他们没有做的时候，会不会接帮我们？这个我们不知道了，要等以后他才知道啊。我女儿才会来帮忙，因为他都在家里嘛，他就上班回来的时候，他那个礼拜六礼拜天他才会来帮忙这样。那个这个女儿也在，这个女儿在家里，哎呀，李梦妍呢、啊，就在一个那个两个男孩子都在外面工作，都没有帮我回来呀、啊，他们都在外面工作这样。接班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会，以现在来讲会比较困难，因为
大家现在为了生活都会出去，还是都有自己的工作啊，包含我自己也或我哥哥他们。对啊，然后而且现在我觉得现在种农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做啦，工人也不好找，像他们自己在贵啊，对，工人一天的工资可能1000多块这样，可是有时候没有很划得来。然后再来就是他们自己现在找不到工人，就都自己做。其实两个人种，你看种光种这片地花的时间就很多了。然后我们山上还有另外一个那个坏处啦，就我觉得不能算坏处，但是就是可能会比较辛苦，就是它不像平地开垦比较方便。我们这边开垦，你看你光看这个地都是斜坡，光开垦其实都是拿着那个那叫什么机器耕田那个牛那个车子那个机器这样自己要手动这样走来走去，其实在时间上会花很多。那个时间成本上其实是比较难去负担，而且这真的一个人做后你也做不太起来，没有爸没有像老人家那么勤劳那么有力量啦。现在就是帮忙做的话，偶尔帮忙做放假帮忙做还可以，但这个就是也是他们老人家智慧，也许可能退休的时候啊或是怎么样的状态我们可能来做，但如果以现在就是缺少人力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会比较难说把它当成是主要的生计之一的工作。就是休假时玩玩的工作可以啦，先练习玩嘛，以后退休的时候有一点基本的时候再说。这是我们自己花园的花板车。哇哒沙哇哒呀咪，哇哒沙哇哒呀咪，玛格丽布拉纳，阿西米沙乌森达玛。这个是补充我们的体力，保利达比。啊啊啊啊啊！